德尊普贤第二。第二品是上品慎重之补充，本品之首于菩萨众中敛出上首之贤护等16正士。品末复标于之三众及诸天大众，以补足上品中六成就中之众成就。由应着眼，本品名德尊普贤，盖表与会之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实亦无量，而其心中之心、要中之要，则为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是为本品之纲。又贤护等16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财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正士者，度世经曰：开示、大士、圣士、力士、正士等，皆菩萨之异称。有增解云：正位正道，是谓士夫，在家之称。此等大士，外现凡行，内深达正道故，居家名为正士。有会书曰：16正士者，文殊师利严禁经言，菩萨84000及16正士，则明知正士之名，云居家菩萨，正位正道，是谓居士。此等大士，虽宝光合尘，久出于邪道，深达于正法，故云正士也。准上可知，正士者，即在家菩萨，有16者，立中以16数，表圆满无尽。初生亦云，绝有河沙尘海数量，举16未焉，亦尘沙之数，不出于此矣。贤护等16正士，常见经论，甚思为梵天经及思义经列16名。制度论标16，但仅列6名。论曰：善首及贤护等16菩萨是居家菩萨，下列5名资不具引。思义经云：若众生闻名者，必尽得三菩提，故云善首。又大方等大集贤护经曰：王舍大乘有优婆塞，名曰贤护，为众上首。又大宝积经贤护长者会，佛说贤护长者众乐事，其受于快乐果报，虽复刀立地势天王，犹不能及，况复人间。又名义集曰：跋陀婆罗方为贤护，自护贤德，复护众生故。或云贤首以位居等觉，为众贤之首故。可见贤护正士，乃世生于王舍城，未登等觉之在家菩萨。若按经经别义，据《波州三昧经》，此跋陀河即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发起人，亲见弥陀，今故来此盛会，助显念佛三昧无上法门。善思维菩萨，唐译为善思维义菩萨，魏译为善思义菩萨。按四童子经现生品，善思维等正士，是他方世界
乃此世仙之在家菩萨。经云：东方去此佛刹，十千俱之，有一世界名宝明，佛名狮子名声如来。有一菩萨名善思意，即善思维，应托来到此土，化身阿舍世王宫内。南方去此五百亿世界，有一世界佛名宝积善现如来。有一菩萨名极净转，即会变财，于此舍卫城内生大居士，是狮子家。西方去此过八亿百千佛刹，乐因如来所，有一菩萨名无攀缘，即观无住，于此波罗奈国化生大居士善鬼家。北方去此六万四百千亿佛土，住菩提分转如来所，有一菩萨名开敷神德，即神通花，生此毗耶离城大将狮子家。此四童子与无量大众共来梭罗双树所恭敬供养。又此下观音菩萨等四正士，如佛明经第七说观音会上及至上，即根愿会四菩萨从四方佛土来及此界之相。又文殊师利言净经一说此四正士从四方来同上所说。又月灯三昧经第三说相向菩萨从东方阿处佛与那由多菩萨共来问讯释迦牟尼佛。以上贤护至相向共为十正士，其余六人如真解云：其余智床及宝床、宝音、中柱、智行、谢托等，虽未见经证，准前师之，必应是他方来大事也。按真解所注释未义，未义仅列十五正士之名，其中缺会变财菩萨。此菩萨见于唐义。真解以为性会即会变财，经经开为两人，使合十六之数，故知性会菩萨亦应如宝床等正事，亦是他方来者。真解于此更有阐明，文曰：初列贤护等十六正事者，张此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次列他方来者，张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此亦甚得经旨，盖在家修行最宜持名念佛也。十方大士悉来听法，表此法殊胜，实为大事因缘故。有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一圣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齐收，正是贤护之意。又善思维表正智明了，深信佛慧，并表法章因地五劫思维，结得大愿之圣因。慧辩才表明信佛慧，辩才无碍，即经中演慈辩受法演，常以法音绝诸世间之意。观无住见唐义未作空无，表经中辟善幻师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一表法藏永劫因行，说空无相无愿之法。神通花表从神通力及万恨之德花，以至庄严具足方便成就众生。如经云：
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光音表光明音发，又经中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等，光中极尊，是光音意。宝床见唐义，为义作智床，表智慧殊胜，犹如宝床。至上见唐义，为义作会上，表经中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如是无上妙智，超出一切，故名至上。极根慧树云，极灭净智，诸根清净，故名极根。真解云，净智极灭，根本严净，云极根。今据本经中真实功德品云，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正表即为根本，照用无穷，照而常极，故表寿命无量。信慧慧数云，信心智慧永断以往。真解云，明信佛智无上智慧。又本经中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人生难得佛难值，信会文法难中难。此净土中是难信法，若能信入，皆因数据慧根。愿会表阿弥陀大愿之王，智慧广大。又可与信会正式合参，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相向菩萨乃东方阿处佛国菩萨，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众。相向身出相逢，此菩萨身相亦如之，相向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宝音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净灯不退，正入涅槃，是乃宝中之音，故曰宝音。中住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向极道。极是而真，净念相继，极念离念，是中住意。智行表言持境界，智恶行善，有念佛即是持戒，是智行意。解脱表灭除劫福，故名解脱。如经云，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离环之道。又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而为上首，表以上十六正事为会中无量无边，一时来及之，在家菩萨中之上首。据会述及真解义，一普贤文殊正是释迦会中上首，故举两大事，总摄会中一切菩萨。二弥勒是当来贤劫成佛，诸菩萨之上首。三贤护等十六正士是会中居家菩萨之上首。此说稳妥，故不采净隐之说，彼将文殊普贤亦并于贤劫成佛之菩萨中也。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本品从贤共尊修至品末之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士即会中一切菩萨之德。大士者即菩萨，即大道心有情，是谓士夫。大者
即前世大道心之大，知不坠。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于文殊、弥勒、贤乎等出家在家菩萨，即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悉遵行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乃华严长子，其智德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也。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大士十种广大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如上十愿，愿愿皆曰：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行愿品赋云：若人诵此愿者，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居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经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又其中第十愿，普皆回向显普，从出离境，乃至第九愿，恒顺众生显贤。故知十种大愿，显普贤意。贤者数穷三际，普则圆摄无余。清凉树云：果无不穷曰普，不舍因门曰贤。正显经中普贤，即为后普贤，亦即善导大师所谓从果相因之相。又普贤记云：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是即普贤自言：我既往生极乐国矣，成就所发之十种大愿，乃以殊胜行愿功德，皆悉回向众生，同生极乐。普皆回向，乃成普义，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皆回向之本源。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之第三十五愿之广演。愿曰：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横，行普贤道。此愿留在第二卷中详示。由是可见，会中圣众多是成生极乐，披红饰铠，游化十方，祝佛弘化。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上两句出赞诸大士之实德。无量者，
其多其大，无法称量，名曰无量。设大乘论是云，不可以譬类得之为无量。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愿为四弘誓与十大愿等圣愿。愿以导行，行以满愿，行如竹，愿如木，互相依持，具足为圆满无余。行愿品云，闻此愿王读诵书写示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此正显从果相因，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圣之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指佛果之无尽功德。人王经述云，施物明功，归己曰德。净引述曰，功为功能，诸行皆有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善行加德，指自有之德，故名功德，得体名法。法者，梵云达摩，通于一切，无论小者、大者、有形者、无形者、真实者、虚妄者，是事物者、是道理者，皆称为法。唯识论曰，法为鬼持，鬼为鬼犯，可生物，指众生解。例如无常，使人生起无常之解，持为住持，不舍自相，一切诸法各有其相。安住一切者，会述云，安住者不动意，得成不退，故曰安住。无得不惧，故云一切。前引行愿品中，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即是一念中圆成行愿，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全方便，此二句出赞大士之全德。游步是游行与游化之意。十方者，东西南北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是为八方，更合上下二方，名为十方。盖表空间之一切处所。游步十方，表大士神通游戏，自在游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行全方便者，全对时而说，具全仪与全变之意，孰谓通全达变。全意即方便之意名。法华文句曰，方者法也，变者用也。浅言之，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按佛教义，则如《大集经》云，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又如《法华玄赞》云，思维可折曰方，善斗机宜曰变。又净引述云，化形善巧，随物所宜，种种意现，名全方便。综上经论，故知以善巧稳变之法，妙弃众生根基，导向究竟之果觉，名为行全，或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者加详述，是为解气中缘。净引述云，正会为入，可见入者为气会正入之意。亦即法华中入佛之见中之入之也。佛法藏者，加详述云，明理为藏，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
含藏无量之性德，故名佛法藏。又法性中含摄一切佛法，故名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即法华中善入佛会，通达大智之意。又增解句从果相因义，是云如来一切功德宝藏，佛果功德也。此之功德大宝海，说言佛法藏，即是佛所得一圣也。真解之说，显会中诸菩萨皆是大权示现，从果相因，一入如来一圣果海，但不舍因行，故来会暂住世尊也。究竟者，至极之意；彼岸者，制度论云，波罗情言彼岸。又云：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又涅槃经云：彼岸者，欲如来也。是以净饮施事，就近涅槃曰：张果毕竟，涅槃彼岸，道名就近。数为张明以得至极之觉果，到达涅槃彼岸，名为就近。按真解义，则为证入佛之一圣大功德宝海，弃佛所得涅槃。以上两说同旨，是诸大士圆证果德矣，从果相因，尊普贤德普现十方，来法会中同弘净法。彭继清居士曰：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三居一中，全摄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佛故，闻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决心，就近彼岸。若无方便，无量行门终不成就。如大般若经云：是菩萨有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从此出没，生于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在在生处，常得值遇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当知欲不离佛，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实地，始终不离念佛。按彭氏之说，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胜方便是叫人念佛。念佛生佛国，见佛闻法，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彭氏之论，深得经旨。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思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罪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城，坏诸欲欠，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生灌顶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住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互念。上段末二句，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再赞大士之实德。经文及下文两段，则再赞菩萨普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之殊胜全德。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者是愿也。法哭曰：于出世道希求为愿，希者
念也，愿也，故希求同希求。有世界者，是指时间，界指空间。首楞严经曰，世为千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等正觉，见唐义，是为新义，未义为等觉，是为旧义。等觉有二义。一，等觉是菩萨之极位，将得妙觉之佛果，其智慧功德等是妙觉，故谓之等觉。昙鸾大师曰，望于妙觉，犹有一等，彼下名觉，故名等觉。二，等觉即佛果。往生论注曰，以诸法等，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又制度论曰，诸佛等，故名为等觉。慧述云，等觉有二义，一，如来名等觉，二，一生补处位。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说。一位是住等觉位菩萨，于十方示现八相成道。一位此乃果佛，从果相因示现八相，乃成佛后之利用。总之，大觉妙用不可思议，似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不妨并存。该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也。舍兜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表八相成道，但其位不一，凡有五等。真解曰，一，如华严贤首品及起心论，于实性满位示现八相。旃察经说四种作佛中，第一，性满作佛当知。二，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十住满位，能于无佛世界示现八相。旃察经第二，解满作佛当知。三，人王经菩萨教化品名初地八相，旃察经第三，正满作佛当知。四，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名究竟地，一生补处，八相示现。旃察经第四，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五，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智，此名佛后得智，出生八相示现也。此五中，前四是因中示现，第五，佛后业用也。思经所明，若依诸师，多是第四补处作佛。若依经中，此中无所属，以弥陀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因果共不可思议。若强论之，或印在第五佛后之中焉。由上可见，示现八相成道之人，皆未有五，一般只知补处成佛所现。真解则偏重为佛后，诸说不妨并存，五位不妨其有。盖十方来会之菩萨无量无边，其皆位于平等中，亦不碍于差别也。又八相成道指本师释迦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之通途，但诸经论因开合不同所说异义，或说七相乃至九相十相，今说八相者，乃从经论之多数也。再者八相之中
内容亦不尽同。大乘起心论为八相为：一、从斗率天下；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五、出家；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涅槃。但四教一则为：一、从斗率天下；二、脱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转法轮；八、入涅槃。两相对照，便知四教仪是开起心论之成道为降魔与成道，和起心论之入胎与住胎与脱胎，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内容无别。加祥述依四教仪判位义之八相，甚合于今此会集本，故人依之。金中舍兜率是第一相，将王公是第二与第三两相。七位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相，降伏魔怨是第五相，成罪正觉是第六相。请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及以下诸句是第七相。下段文中之于此中下而现灭度是第八相。舍兜率即第一相，从兜率天降生也。兜率或兜数，独使多，本是一名，一因有异，其意为妙足、知足、喜足等，乃欲界中第四天，内院现为弥勒大士之净土，外院则为天众欲乐之处。普要经说法门品云：其兜数天有大天宫，名曰高床，广长2560里，菩萨常坐，为诸天人敷衍经典。佛地论第五云：独使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后生菩萨即一生补处菩萨，此世界过现为三世之补处大士，皆从此天降生。降王宫，降生于王宫，世中含摄第二相之脱胎与第三相之出生。本是世尊之脱胎，如因果经云：于时摩耶夫人于眠悟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身陷于外，如处琉璃。至于出生，则如涅盘经云：从母摩耶而生，生已即周行七步。周行者，乃指四维上下之十方。净引述曰：于十方各行七步，是先丈夫奋训之力，于十方独出无畏。有位义曰：从右胁生。释迦普义云：菩萨渐渐从右胁出。气味出家苦行学道，此表出家之第四相。位义甚详，文曰：现处宫中舍卫之间，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扶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妙衣而着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普要经云：尔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麦，六年之中结家夫作，修习艰难勤苦之行，作诗四献，顺世间故，以上二句出自唐义，深显法华玄旨。
法华受量品云：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功，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自从世来，我常在此说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如来见诸众生乐于小法，得薄垢众者，为世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我时成佛以来，久远若思，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两经合参，信知本师作八相成道之种种示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之根基，行权方便，普皆度脱而已。实则世尊久已成佛，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此二句亦自唐译，是第五相之降魔。魔者，梵语摩罗之略称。此番障碍，能为修道作障碍故；又番杀者，害人善故；又常行放逸，断慧命故；又番恶者，多爱欲故。魔类有四，净影曰：一、烦恼魔，为贪嗔等，能害善法；二、阴魔，为五阴身，共相摧灭；三者死魔，能坏命根；四者天魔，好坏他善。经经所降伏者，指天魔，如婆沙论云。结录：菩萨习居菩提树下，初夜魔女来相媚乱，中夜魔君总来逼恼，须臾觉察，即入慈定，令魔兵众摧败堕落。又西域记云：集诸神众，齐整魔军，治兵阵旅，将挟菩萨。菩萨于是入大慈定，凡绝兵仗，变为莲花，魔军不害，奔驰退散。以上均表菩萨定力。又制度论云：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军，则显菩萨慧力。是故经云：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怨止怨加，得微妙法，成罪正觉。此二句是第六相成道之意。微妙者，维摩经曰：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菩提者，佛之知见，以及实际离体，当人自信。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云微妙难知，与微妙是菩提也。有净影述曰：理是妙法，由得此法，故成正觉。理指实际离体，故亦同于上经。又常阿含经曰：如来大智，微妙独尊。综上而言，得微妙法者，即弃世尊之佛智，入实相之妙理，正正真之菩提，故成正觉。正觉者，如来之实智，故成佛曰成正觉。最正觉者，重显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如释迦普曰：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慧述曰：觉之中为最极，故云成最正觉。成最正觉，即究竟成佛。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即以下诸句为第七相。天人者，天道中人，
归者归尽，养者清养。制度论云，今世释迦文佛得道后57日即不说法。自言，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浮浊是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乐。是时诸菩萨及释提桓因、梵天王诸天合掌敬礼，请佛为诸众生初转法轮。佛时默然受请，到波罗奈露林中转法轮。又法华经云，尔时诸梵王及诸天帝士护侍四天王及大自在天，并于诸天众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法轮者，指佛之教法，演说佛之教法，称为转法轮。轮者，转轮圣王之轮宝，回转四天下，敛摧诸怨敌，故以譬喻佛之教法，亦流转一切众生界，破除诸烦恼。法华文句云，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转法轮。嘉祥师云，自我至彼，故称为转。又探玄记解法轮曰，法是鬼持意，通有四意，为教、理、行、果，轮是所成。意义有四：一、圆满之意，以离缺减故；二、是具德意，以古福王等悉皆具故；三、有用意，为催敛惑障故；四、转动之意，为从此向彼，即从佛至众生，亦从彼向此，即从众生至佛果。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从此俱下，直至于此中下而现灭度以前，亦皆是第七转法轮之相。法音者，广指如来教法，不局限于言语音声。改世尊说法，乃成说、岔说、赤然说、无间说、说时说、末时一说，不但有情说、无情一说，故不宜以法音限于世尊之言教也。世间者，罗什大师曰，世间者三界也，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世尊受请后，广演一代大小全十偏圆诸法，觉醒三界一切众生，故曰常以法音觉诸世间，此是转法轮之总相。破烦恼成，见唐义，烦恼者贪嗔痴等，烦心恼身，故名烦恼。又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十种，称为十烦恼。天台中以见思尘沙无明三惑，称为三烦恼。制度论曰，烦恼者能令心烦，能作恼故，成者成宝也。佛演妙法，摧破众生身心中烦恼之堡垒，故曰破烦恼成。坏诸欲欠，净引述曰，爱欲之心生而难越，故说为欠，教断令坏。真解曰，坏诸欲欠者，舍欲心，爱欲是诸苦之本，欲留深广，众生飘逆之而难度，说以为欠。自愿云，欠绕成长水坑也，佛法见结欲欠，令善坏也。洗濯垢污，显明清白。何赞曰，见爱烦恼譬如垢污，空慧能除，亦如洗濯。
除邪显正，故曰显明；以护法成，故曰清白；超诸毁谤，故曰清白。文中之法成，指自断之果，如何赞曰：自断之果，谓之法成。嘉祥述曰：遣除迷垢，故云洗濯；无相之解，是无漏明，故云清白。又真解曰：洗濯垢污，显明清白，是术与德。余有能洗物垢污，能显清白体之德。如来法轮，洗濯尘劳垢污，开显本有净体也。以上嘉祥、真解两述中，清白之解优于何赞。综上诸解，故知清白者，自断之果也，无漏之明也，本有净体也。若融通禅门，则洗濯垢污，即窘脱根尘，显明清白，是灵光毒药。会归净中，则兜摄六根，是洗濯垢污。净念相继，自得心开，是显明清白。改一生佛号，一生心，念佛即是始觉和本也。调众生，宣妙理。调者，和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宣者，是也；妙理者，实相之理体，亦即法华，佛之知见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乃宣妙理也。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乃调众生也。调和琴弦，以发正音；调和众生，令气中道。净土法门，是佛之见，持名念佛，即从容中道。主功德，是福田，主者基也。福田者，福世间众道之田，称为道田。以之为喻，为众生执福之所，称为福田。净影述曰：主积多德，领主功德，现受物供，故名为是。生是福善，如田生物，故云福田。真解曰：福田者，供养如来，所施虽少，祸福宏多。犹如良田，所种虽少，收食甚多。菩萨本行经，所以佛为福田，主无上功德故也。以上诸事，皆与金经相契。有俱舍论，有四福田：一、趣田，畜生也；二、苦田，贫穷困苦之人也；三、恩田，父母等也；四、德田，三圣之贤圣也，是为广义之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诸佛度生，应病与药，药欲如来妙法，并欲众生疾苦。如涅盘曰：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三苦者：一、苦苦，有苦事之成而生苦恼者；二、坏苦，由乐事之去而生苦恼者；三、行苦，行者牵流之意，由一切之牵流无常而生苦恼者。嘉祥述云：三有之苦，即三界生死，故云三苦。真解谓：祥事为稳，指嘉祥师之事更为稳妥。盖除三有生死之苦，更合尽中之旨。真解：是经文曰：如来大医王，能知其病，应病与药，治三有之苦。病有众多，法药亦多，故云诸法药。生灌顶阶，见唐义，阶者位也。灌顶者，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海水，
冠于王鼎。密教同之，有灌顶法，灌顶有多种，简言之，则为二种。一、结缘灌顶，行人起法，为结佛缘，引入灌顶坛，授以本尊之印与真言。此后行人即可依教，随分修习，视为结缘灌顶。二、受职灌顶，于如法畸形之事，传授密法而作灌顶。得灌顶以堪受师位，于密法中作阿舍离，是为受职或传教灌顶。上乃初分，若详论之，则在上述二者之间，尚有常行之四种灌顶。一、平灌，得修习升起次第之自在。二、密灌，得修气脉明点之自在。三、慧灌，得具菩提心觉之修持自在。四、大手印灌，得修大手印道之自在。密教众传承，未经灌顶，不得擅自修习，经轨亦不得擅越。有灌顶，复有初位与后位之别。初位者，如《大日经述十五》曰：下文略有三节，譬如世间刹利之种，欲少视其位，令王种不断故，为其嫡子而作灌顶，取四大海水，以四宝瓶盛之，水令流注太子之顶，灌此水矣，大声三唱，汝等当知，太子已寿未尽，至今以后，所有教事皆当奉行。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从此以后，一切圣众咸所敬仰，亦知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绍如来法王之位。以上就行人初位而事，至于后位，则如密藏记曰：菩萨初地乃至等觉，究竟千佛果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是顶义也。又密藏记抄七曰：灌者，大悲护念义；顶者，佛果最顶义。诸佛护念，令至佛顶住，皆名灌顶也。今经云，生灌顶阶，对于会大事而言，乃指后位。若指教导众生，则受灌者是初位。受菩提记，简唐义，受者赋予之意，记者记制之意，以及玄寂之记。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予当来必定作佛之记，称为受记。景星云：圣说当果，指当来之果，令是因力，指因地之力，故云受记。该言佛为欲说当来成佛之果，令行人视其当下自因之力，令知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故云受记。经中受菩提记，表与会大事均蒙受记，定当作佛。复指是诸大事广为众生受记作佛，为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简唐义：阿舍离亦为教授，又亦鬼犯师，乃鬼犯正行，为生师范者之尊称，通指教授善法之师。今经成生灌顶阶而言，乃专指真言阿舍离，又称金刚阿舍离，乃少成金刚萨埵主位，作传法灌顶者之称号。相应者，契合之意，如三密相应，与净智相应等。
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旨为主，为令众生身可益三业，顿其如来三密，故即生成佛。故密宗亦称相应宗。此四句与前生灌顶皆二句，深表密境不二之旨。表会中诸大士为弘密圣，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舍离，故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互念。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故不可拔，谓之根。又善能生妙果，出生于善，故谓之根。护念者，保护意念也。会述曰：护为复护，念为纪念。净引述曰：护使离恶，念令增善。故知此两句终赞会中诸大士尊修普贤之德，始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